叫一个梁斌。来来，喝酒。哎，喝酒喝酒。哎，嫂子，别玩游戏了，赶紧喝酒啊！不是我不喝酒啊，你看我一直晕，我怎么喝呀？嫂子，咱们玩新游戏，你要是输了喝两杯，我要是输了喝你的 double， 怎么样？行啊，你随便选一个，我不看。要是我猜中了呢，你喝；猜不中，我喝。来吧，开始玩了。啊yes！ 怎么可能？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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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来再来，转过来吧。这个，你们好签了。喂，嫂子，哎，小说，我不太你这么心不地。哎，你别吵我酒啊！就是啊。哎，我玩游戏呢，这把结束了。啥游戏啊？芒果做地主啊，史无前例的福利，酷爽欢乐的银牌，萌萌小芒果带你开启银牌之旅，每日登录福利无限，小芒果为你准备每日福利，上线即送海量金豆，破产还有丰厚补助，祝你玩不停。哎哎哎，你先喝呀、啊，你还欠我两杯酒呢，待会我们一块下来陪你玩。再来，这个换我来舞台机，我就不信。哎，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读心术。好吧，他讲完了，转过来吧。这个，看这个。喝酒。Chop ch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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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op。放我心里美丽的酒窝，肆意的放荡。气息不一喷在我的脖子上。挑战小说女主角走进现实之在逃新娘。立马变得又柔顺又有光泽了。哎，对啊，这个十八厘卡是精油，有了它，小处女主角的氛围感怎么就拿捏住了？对哦，双十一我也要买，但是攻略还没做呢。这还不简单，听好了，天猫双十一拿捏我在行，超级单品值得一拼，超多优惠咋买都对，拿捏到位快乐加倍，点击评论区快去看看吧。哎，等等，咱们今天不是说好了要拍《在逃新娘》的吗？